我问一下你们有学过古典力学之类的？我说，我不知道理论力学有没有讲古典产论，但是有没有学过？哎，比如说周定义的那个古典力学之类的。我听。好，那没关系，因为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有些会在古典力学讲过，但是我可以直接看，我可以直接讲，没关系，因为我不确定说大部分的理论力学课，就是2年级的理论力学课有没有涵盖连续介质的范围，但是古典力学通常。今年不是周定一啊，但是往年都是周定一开。我们就继续谈论这个二次量子化的范围，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论到二次量子化它是要怎么样的定义。我看这个会写字，用这个写字，second quantization，但是。等一下再去谈论，二次量子化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东西？但其实我觉得二次量子化这个名词其实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误导性，就是说，其实二次量子化呢，它本身它不是量子化，它并不是一个量子化。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二次量子化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做一个数学意义上真正严格的量子化。当然，数学意义上其实没有真正量子化，但是我是说，不是我们原本定义的那个量子化哦。那为什么还是叫二次量子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它形式上有跟普通量子化有点相似，但是，然后第二个呢，它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名词。那 Weinberg 其实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他觉得这个名词是有误导性。我没有把什么东西再量子化一次啊，我们。实际上，我们所有的量子化都已经在正值量子化那边做完了。那我所谓的二次量子化，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比较优美的符号去处理多体系统的 Hilbert space。那我们之前谈论过呢，对于譬如说，最简单的，譬如说对于two body 的两个粒子的 Hamiltonian 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的 Hamiltonian 写作，我用 T 代表第一个粒子的动能，然后就是 P head 平方除以 2a。那在目前我们谈论都是非相对性的粒子，但是无论你是非相对性的粒子或者相对性的粒子，它的差别仅仅在于 Hamiltonian 的形式而已。那 Fock space 的建构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谈过了，你可以写成 T1 和 T2，然后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是只跟 x one 有关的那个位能，然后只跟 x two 有关的位能。那在这边的 t one、t two、v one、v two 都是 operator 哦。然后你可以讨论，就是同时跟 x one、x two 有关的位能。那如果呢，你已经给定了任何一个单粒子态的 complete basis，意思是说呢，任何一个表现良好的函数都可以用这个 basis 的 linear combination，linear combination 所建构而成，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写成，如果你用 lambda 去标示的话，你的所有单粒子态都可以写成这样。那我们在这边并没有特别要求说这个。你的单粒子态，说这个 lambda 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单粒子态的 h，单粒子态的 h 等于一加 v，是不是这个东西的 eigenstate？我没有那么在乎，当然也可以取任何一个 Hamiltonian 的 eigenstate。那这个时候的 lambda 就通常是能量做单位。那 lambda 如果是上色态的话，它会是连续的。数不派的话，它就是离散的哦。那无论是离散还是连续，你都可以用一样的，这就是 tensor product 的方式去建构你的 Fock space。好，那也许我们可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tensor product。所谓 tensor product 就是其中一种方法去
从一个比较小的线性空间去建构一个更大的线性空间。那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direct product。那实际上，direct product 通常是写成这个啊，加号，然后tensor product 会写成乘号。那有时候你在物理学里面的书，有时候它会把 direct product 写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完全是就是你的 naming 的问题哦，就是有些物理学家写的书，他跟数学家写的书，会不一样。为了避免歧义，我们就统一把这个叉叉这个乌龟称作就是 all times，这个在一这个在 LaTeX 里面是打作 all times，就是你那个这个我们就把就通通拿来，就是你 tensor product 通通用这个来指代。那这个是 direct product，direct product 的话，它的尾数 one 和 w two 做 direct product 的话，它的尾数会是两个的尾数加起来。那如果你是做 tensor product 的话呢，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的vector space，你做 tensor product，它的尾数是乘起来。哦，那 direct product 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两个完全不相干的线性空间，然后我们就把它直接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大的线性空间。所以说，原本假设第一个线性空间有 e1 和 e2 这两个 basis，那第二个线性空间有 e1 prime 这个 basis，那合起来的话就是三个的 span。那我们一开始就要考虑说这三个东西它们是线性独立的哦。那如果呢，你考虑 R2 里面的空间的话，那你会发现，如果你都是取同一个 R2，然后你把它做 linear combination 的话，它还是 R2。所以说，我们还要求说，你做 direct product 两个 linear space 原本就是要线性独立的，哦，这样子它的尾数才会是两个加起来。那对于 tensor product 呢，我们就一样，就非常类似，但是我们这次呢是考虑 e1 和 e2，然后 e1 prime 和 e2 prime。哦，假如这个是 w1 的 basis，是 w2 的 basis，那做 tensor product 的话，你就会出现四个 basis。哦，我把它写成这样，哦，然后以此类推，有四个嘛。然后这四个的话呢，你目前只是建构了一个更大的linear space，但是呢，你仅仅只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你知道，对有限维来说，所有的 linear space 都是同构的，它们结构上没有任何的不同。那你这个地方只是 naming 而已，你把这新的四维度的向量空间里面的 w 的四个基底重新命名为 e1 cross all times e1 prime 哦，那仅仅只是这样，没有什么意思。那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还要再加一些条件。那譬如说，假如你是alpha e1 加 beta e2，然后去 tensor product，然后 gamma e1 prime 加 delta e2，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分配律把它展开成 alpha 跟 gamma，和 e1 和 e1 prime 的乘法。那注意到这个地方并不是完全自然的，也就是说这个条件其实是我们另外加进去的，所以你必须把它视为是一个额外加进去的公理。那我们现在考虑，假装一个 complete set of wave function，也就是 phi of x。那它其实是你可以看作，它可以一对一的去对应到一个 Hilbert space 里面的基底，所以我们用 i 去做。那 i 可以是连续或是离散，那我们就以离散的，因为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好，那对于大粒子态的话，这个 basis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假设 basis 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的原本的大粒子态只有两个 basis 好了。哦，那实际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讨论无限多个 basis，但是我现在觉得用两个 basis 的方法会比较容易讨论一点，所以我们讨论大粒子态只有两个 basis。那接着我们要考虑双粒子态，那双粒子态的 basis 呢就会有，就是这个大粒子态的，假设它的线性空间是由这两个basis 所 span 出来的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自己和自己做 tensor product。那你会得到四个基底，那 e1 times e1，然后 e1 times e2。那中间理论上有乌龟，但是我为了简单起见，所以我有时候如果我没有写乌龟的话，就是指如果而且两个都是 basis 的话，那就是指 tensor product。那有时候你在力学书里面也会看到不用写 tensor product 的符号。就这个时候，然后呢，我
这个东西你可以再写简单一点，就把它写成一一二哦。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那记得一一二跟一二一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哦，因为，你到时候你会跟 x one 跟 x two 的 tensor product 这两个去做内积。那你如果你根据 convention 来说，有些 convention 会把要拼的，就是后面也是两个做 tensor product， 有些 convention 是这个和这个做内积，然后外面和外面做内积，有一些 convention 是前面跟前面做内积，后面跟后面做内积。那你只要立刻，你只要指定的是哪一个线性空间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我的 convention 是中间和中间混在一起，因为这样子的话，几何上比较，你就感觉上就是把这个东西直接做转置，那感觉比较自然一点哦。那不同的书可能会有不同的写法，那同样的在二次量子化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书，那个 convention 也会有不同，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二次量子化的框架的话，你就可能会在 convention 上面陷入一些观念上的混乱哦。那现在专粒子态的话有这四个基底啊，这四个基底，但是呢它并不是对称基底，也不是反对称基底哦。那所谓对称基底呢，就是比如说像这样啊，这个东西你它实际上是这个哦。那这个里面的一是指第 n 个 basis 哦，那跟这边的一和二是不太一样，这一和二是指第一个线性空间和第二个线性空间，但是好，那我现在写成这样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好，那这个东西它是完全对称的 basis， 因为你把第一个一号和二号交换之后，它仍然是两个的，它仍然是长这个样子哦，你只是把一移到后面去，二移到前面去。但是你注意到写一的那个东西还是一号 basis， 然后写二的东西也还是一号 basis，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基底。哦，那同理我们一兔兔也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基底。哦，然后再者我们可以讨论剩下两个，哦，有可能的，因为你现在是四维的空间，所以你理论上有四个线性独立的 basis。哦，那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是 alpha 一兔加 beta 一兔啊。好，那你注意到这个 linear combination 你要让它是对称或是反对称，如果你要对称的话呢，它就是把这两个交换，所以这个地方 alpha 要等于 beta， 那反过来说反对称的话呢， alpha 要等于负 beta， 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个 alpha 的影响消掉，因为长度不是我们目前考虑的范围，那如果你把它过一化的话，我们就得到另外两个 basis， 一个是对称的，一个是反对称的，那对称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像这样，然后加上两个颠倒，然后我们为了规划拿出一个根号，这是一个 combination 的 symbol。 那其实你不一定要规划，但是在我们目前的 convention 里面，我们希望每一个基底都是规划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它是完全对称的基底。那如果我以后再照顺序写，就是第一个就是代表一，第二个代表二，所以说我这下标一和二就不写了。然后呢，我们一样可以建构一个反对称的基底。哦，所以说现在你有了四个线性独立的基底，三个是对称的，然后一个是反对称的。所以你会发现呢，用这种方式去建构对称和反对称的基底，对称的基底永远会比反对称都来得多哦。那我们现在那。对称的基底比反对称的基底多多少并不是我们目前考虑的问题，而在无限维空间无限维的 Hilbert space 空间，你做双粒子态的时候，对称和反对称的基底都是无限多个哦，所以你去讨论哪一个比较多并没有太大意思哦。然后对于三粒子态类似的论证可以给我们对称跟反对称的基底，但是对称和反对称的基底就不一定，就应该说对称和反对称的基底数目就变得就没有像刚才那么少哦。那如果说呢，你每一个你如果是以一二三这三个不同的eigen basis 去做对称或是反对称基底的话呢，那对称的话呢就是一二三，然后这个我把它写作一二三，一二三好了。好，那这样的话很明显并不是对称，也不是反对称的基底。实际上不是对称也不是反对称的基底有没有可能在真实的物理里面出现？如果你考虑一个
自由的单粒子，是自由的而且是相对论性的单粒子态的话，我们有一个自旋统计力定理，它是限制的说呢，你的如果你是自旋二分之一的话，它一定是佛棉啊，它不可以是包绳的。实际上我们没有证明说它一定是满足分米尔的统计，但是在自旋统计定理我们可以证明说，如果你自旋为半整数的粒子，然后你不是分米尔，应该说如果你满足 Boson 而且又 Boson 的统计，而且你又是一个自旋半整数的粒子的话，那会造成一些不物理的结果。所以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明说它一定会满足分米统计，而目前也没有任何 的一个逻辑上严谨的证明告诉你说它真的是一定要满足费米统计，但是我们目前呢就只讨论一般的情形，也就是一定是对称或是反对称的情形。那实际上非相对论性的情形的话，它有些准粒子可不可能是用既不是对称也不是反对称的机理作为它的波函数存在的 eigenbasis， 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目前呢就只讨论对称或是反对称的基底。为了要使得这个东西变得对称的话呢，我们要把所有可能的 permutation 都写出来，所以说呢1和2交换就变成213，那同理你可以有6种不同的可能，那所以总共是3级。那如果你是要反对称的话呢，要你为了要让这个假装前面是 alpha 然后这个是 beta 的话那你为了要让这两个做交换的时候它会多一个负号，所以你 alpha 和 beta 要差一个负号，那以此类推你很容易可以 argue 出来它最后会写成一个行列式的形式，也就是这是第一个基底，然后这是第二个基底，然后这是第三个基底，这三个都是一号同理这个是二号点。好，那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叫做 slat 行列式，它可以写成波函数形式，对化学家来说他们通通是写成波函数那我在这边是启发性的把它写成一个 determine 的形式，那虽然它实际上不是做乘法，而是做 tensor product 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 operator， 叫做 permutation operator permutation 就是置换那它的定义非常简单，我们就定义 P12，它作用在像这个 state 上面，就是把这两个做交换然后 P23 就是把这两个做交换所以说呢你 P12 作用在这个基底身上呢会变成什么，会变成213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完全对称或者完全反对称的基底用 permutation 的形式写成这样所有的 P， 然后如果是我要分成两种形式去讨论，分别是 Boson 还有 Fermion， 所以对于 Boson 来说这是 Boson， 这是 Fermion， 那对 Fermion 来说就是 stand over 所有的可能的 permutation operator， 然后所以对123这个是这个态是什么，这个态代表说有一个粒子在1号 state， 然后有一个粒子在2号 state， 有一个粒子在3号 state， 但是对于 Boson 来说其实同一个轨域可以塞任意数目的粒子，所以对 Boson 来说这件事情会比较麻烦一点那我们等一下讨论说关于 Boson 来说他们单有两个粒子都塞在1号 state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到它就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然后前面再加一个归一化函数，那如果123都是不同的 state 的话，那归一函数就是 n 阶，就是有 n 个粒子的话就是 n 阶。那对于 Fermion 来说呢，你还要再加一个正负号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这样。那这个 P 是代表 parity， 这个是 operator， 然后这个 P 是一个常数代表 parity。那 parity 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刚才的123的例子来说，你就把123，你必须把邻近的两个东西做一次交换这个有时候会叫做一个 swap。就是你把这两个东西去做替换的话，这样替换一次的话它就多一个负号，然后同理你就变成213，那你再把这两个做一次，那它就又变回正号。那如果你把1和3差两个去做交换的话，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允许，因为这样你就没办法简单的去判断它的 swap 的次数。那如果它的 swap 次数是偶数次数的话，那就是正一完全不动也是正一那如果是奇数次的话，就是负一。那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 swap 次数和它的 parity。好，那所以说对 Boson 还有 Fermion 来说，我们都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同理，这个是都是三粒子态那你一样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然后三。就是1号，
二号、三号。好，那这两个东西呢，都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说，一号有一个，二号有一个，三号有一个。那我们先不讨论同一个轨迹下两个粒子的情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符号，就是这个符号，我们都不论是对分母或是 boson 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就是在一号轨域有一个粒子，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这样，n1 等于一，n2 等于一，然后 n3 等于一。好，那如果更简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写成这样子。假装目前只有三个粒子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一一，一一一。那对 boson 来说，这个可以再塞两个或者之类的，但是你的 state 到时候就会有点奇妙哈。那我们现在就讨论都只塞一个，那就变成这样。那假装你第 i 个轨域有 n i 个粒子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state 直接写成这样。那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粒子数的表，粒子数的基底，粒子数表象的基底。粒子数表现的基底，那前面那个是直接 stat 做普通的 tensor product 的基底，那我们现在把它换成完全对称或是反对称的基底。那同样呢，用这个完全反对称或是对称的基底，仍然可以建构出原本的 Hilbert space 的空间。哦，但是你要注意到呢，我们之前谈论过的，就是你原本的 Fock space 是 v，然后 v times v，然后 direct product，然后 v times v 哦，那你考虑这个是单粒子态，然后你还要再另外加一个人为的空间，就是所谓的真空态。那这个真空态是我们人为加上去，代表没有任何粒子的态。那到时候我们会告诉你说，这个真空态呢到底有什么用处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但是你要注意到这个空间，你仅仅用单粒子态或是反，一定用完全对称或者完全反对称的态呢，是没有办法去建构出现在这个左边这一串的 vector space。你要同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以双粒子态来说，假如你的单粒子态有一个基底，有两个基底的话，那这边会有四个基底，那其中有三个是对称的，然后一个是反对称的。那仅仅考虑对称的或者反对称的，其实并没有构筑出左边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向量空间。好，那所以实际上我们考虑对称或者反对称的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考虑左边这一串的这个最自由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子空间而已。好，那我们稍微的讨论一下，boson 的时候，当它两个粒子都在同一个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考虑有两个粒子在一号 state，然后呢有一个。这个例子是有两个，然后呢，在二号 state 有一个。那你用刚才那个方法，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它是一，原本是一二三嘛，原本是一二三，然后一二三，然后一三二，然后点点点有六个。那这个时候一和二会被视为是同一个，那这样子很麻烦了，所以我们就发现了一三，还有这边一三二也这边也写成一。那最后会出现几个呢？原本是有六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最后会变成什么？就是一二三，然后一三二，然后二一三，因为你现在二和一都是一样的，所以二一三就是一一三，所以这边也有一个一一三，然后同理二三一哦，二三一变成一三一，然后最后三一二，那变成三一一，然后三一二还是三一一，那你会发现这个和这个它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一一三和一一三，这个态跟这个态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态跟这个态是一样的。那根据高中学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很容易知道说，假设呢你在 ni 你用 ni 去 denote 第 i 个 state 的粒子数目的话呢，那它实际上线性独立的 state 只会有这么多个。我先写开好了，不要用 pi。n1 的惊叹号，然后 n2 的惊叹号，n3 的惊叹号，就你只会有这么多个，做个多个那个线性独立的 basis。所以实际上呢，我们考虑完全没有重复的一个 state，就是像我们刚才谈论过了，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它是重复了两倍嘛，有这个重复的数目其实就是下面那一串 n1 惊叹号，n2 惊叹号
分散惊叹号这些全部乘起来就是你总共重复的数目，实际上你不重复的东西乘以楼下那一串的东西才会乘以我们刚才的，才会变成真正的 N 大 N 的大 N 的惊叹号、哦、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的归一化函数也要跟着改变，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于每一个 state 有同一个 state 有很多不同的例子，有很多个例子的时候我们的归一化函数就要修改一下，那我们修改成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原本的就可以考虑完全反对称空间或者完全对称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用粒子数表像做 direct product， 所以说呢不管是对 Fermi 或是 Boson 的我们都可以用 N1 N2 N3， 那对于 Fermi 来说这边只 N1 N2 N3 都只能填1或是0，对 Boson 来说 N1 N2 N3 点点点这些并没有任何数目上 的限制、哦、那我们不会去我不会非常非常详细的去谈论更多的那个数学上就是组合学上去怎么探讨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相对论性量子谈论我们通常都只讨论两个例子两个例子，所以说实际上多在非相对论性的情形比较真正有可能会用到，因为我们对于高能的话通常只是在讨论真正我们在乎的就是它散射振幅，那散射振幅就是两个粒子互相碰撞、哦、那所以说你最后只会用到两个粒子的那个态，所以对于 Fermi 或是 Boson 来说，而且你对散射态来说它处在同一个态的几率即使是对 Boson 来说也基本上是零，为什么？因为你通常是用 momentum 去 denote 一个 state、哦、momentum 就是 momentum operator 的 eigenstate， 那实际上因为你的 P 是连续的而且可以取任何的实数，所以他们两个那么好死不死恰好碰在同一个实数的几率基本上就是零，所以我们通常就不会讨论那种他们即使是在 Boson 他们在同一个 state 的情形，所以在高能的时候其实对于二次量子化的情形是相对来说比较吊诡，就是对高能来说反而这个时候地方的讨论呢是比较简单的。好，那有了这个粒子态表象的方式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说呢，我们如何更加优美的去描述这个粒子态表象的写法哦，写成这样算是可以了，但是我们其实有更加优美的写法。好，那我们记得我们刚才多加了一个人为加进去的态，叫做真空态。好，那我们现在要定义一个东西叫做 annihilation operator， 注意到这个东西完全是不是 annihilation creation operator， annihilation 我们等一下会定义了， creation 就是所谓的串生算符，所以这个 operator 呢如果作用在这个真空态身上、哦、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aj、哦、这个代表说呢这个加是加，你要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写成加，因为加它其实也可以写可以，它可以诠释为 dagger， 就是某个东西的共轭转置，也可以，共轭转置其实不太精确，因为你只有在正交基底下才会写成共轭转置，应该想做 safe joint 的某一个，其实它是另外一个 operator aj 的 safe joint， 那他们两个互为 safe joint， 互为 adjoint， 我说错，互为 adjoint 的那个基底，所以其实你要在哪一个身上加 dagger 是没有关系，但是为了要提醒我们 creation operator 它是串生的，所以这个加号就有点像是增加粒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传统上面会把这个称作 creation operator， 会写作 a dagger。 好，那它如果作用在真空态的话就变成单粒子态、哦、这样就是 nj 等于1，然后 nj prime 当 j prime 不等于 j 的时候就等于0、嗯、不等于0、哦、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呢它其实是 N1 N2 N3， 那对于 N 粒子态就是对于 N 帕大 N particle 的粒子态来说呢，它就是只取几个态、只取其中的少数几个态，它 Ni 是等于不等于0、其他都等于0，所以说你不管对任何的 N particle 的 state 呢，你都可以把它写成像这样的粒子态表象的形式、好，那这个东西这是，然后呢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去尝试去定义说呢，我们注意到我们在线性代数里面只要我们要怎么去定义一个 linear operator， 我们就对所有的 basis、我们去考虑假装它对每一个 basis 都可以量定义它，就是假装对某个 operator t 来说、
对每个 basis lambda 来说，你都可以把它变成同一个线性空间里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考虑的线性空间其实是 Fock space。好，那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其他的基底的 linear combination。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的量定义了。但是你这个每一个系数都要具体的写出来。哦，那如果你想知道它的矩阵元的话呢，那你就用另外一组基底把它包起来。哦，那通常我们会希望它是正交基底，然后我们希望它是，那其实不是正交基底也可以，但是你就不可以直接把它内积变成矩阵元，它的矩阵元就不会是内积的形式。那如果它是正交基底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写成矩阵元，就可以直接写成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写成 T lambda T lambda prime，或者你用 ij 去 denote 的话，就是 Tij。哦，那同理这个你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好，那如果你线性代数学得很好的话，你应该对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困惑。那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linear operator 它是通常是不依赖于任何基底可以去定义的，所以即使是我们对于一个基底写出它的所有矩阵元的话，它仍然可以考虑它所有可能的change of basis。那这样子的话，它矩阵仍然会是长得不一样哦。如果你线性代数学得很好的话，你应该看得懂这个图，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linear operator 来说，你给定任何一个 basis，假设是 beta 好了，你都可以写成一个矩阵哦。你要给定两个 basis，一个是 input 的 basis，一个是 output 的 basis。那 input 的 basis 就是你一开始用的 basis，然后 beta 是你经过了，你要怎么去把这个 vector，然后用 beta 的那个 linear combination 去表示，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矩阵的形式。然后同理呢，你可以用另外一组的 basis。Alpha prime 跟 beta prime 去把它写成另外一个矩阵的形式。那你要怎么去在这两个之间做转换呢？这个东西它其实只是 identity，因为它其实是同一个 linear operator。那这边的话就是要写作change of basis。那假设呢，现在 input 跟 output 的 basis，不管是对 alpha 有没有撇号都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写那么多。那你这边就只写 beta 的话，然后我们就考虑这边 input 和 output 都是 alpha basis，然后这 input 跟 output 都是 a set of beta basis。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那这个东西通常是一个 unitary matrix，也就是 change of basis 的 matrix。哦，那你就可以把换基底写成这样。这个是某一个基底下面的矩阵元。那这个就是等于你现在要是 beta 到 beta，那这个地方是从 alpha 到 alpha。这个就是换基底。如果你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这我现在画这个图应该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秀豪他其实有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写，就是你的 identity 其实可以用basis one，那就是写成这样。那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它是必须是orthonormal，就是才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哦。那同理一也可以写成另外一组 basis，写成这样子。同样这一组 basis 也是 orthonormal。那你如果呢？你对任何一个 linear operator 来说，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像这样。那你注意到在即使是在连续的空间里面呢，我们也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然后这边是 sigma alpha，然后这边是 sigma beta。好，那你把这个东西加起来的话，中间这一串就是它的矩阵元，所以你最后它就会变成 t alpha beta。然后你是从谁转到谁？你是从 beta 转到 alpha，所以它最后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这边我们用 Einstein convention 的贝塔跟贝塔加，阿尔法跟阿尔法加。哦，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像这样的形式。哦，那因为这个左边是 operator，右边这个东西也是 operator。那这个东西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它的定义。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basis 和一个它的 dual basis。dual basis 就是把一个向量转成一个数值。那这个东西很明显，它可以吃一个向量，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数字。那它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它做内积。好，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会把普通的 vector 称作一个，它是吃一个对偶向量，然后得到一个数字，所以它是一个10 tensor，那这是一个01 tensor，然后你的 linear operator 就会写成11 tensor，因为它吃一个向量，然后有吃一个对偶向量，就会变成一个数字，所以它会变成它叫做所谓的11 tensor。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粒子数表象的讨论，哦，如果说呢你对某一个 edge 都可以去定义量定义说呢，它在每一个粒子数表象是，
是怎么作用的话，而且变成一个新 basis 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量定义这个creation operator。好，那对于 AJ 来说，我们现在目前指定了它的真空态是怎么样？那对于其他的态呢，我们其实可以人为的去任意的定义。那你注意到这边完全是人为的去定义它的规则哦，并不是根据什么物理原理而来，这个地方完全就是数学而已。也就是说，你即使不考虑任何的物理，对于一个抽象的线性空间来说，你用刚才那种自由的 tensor product，有时候有些书叫 tensor algebra，去制造出一个，就是我希望我们刚才那个最自由的那个 focus space 的方法去制造出来的那个巨大线性空间，我们即使是不考虑量子力学，仍然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事情。那在数学里面，通常是把它放到对称代数或者反对称代数的章节来讨论的。一般线性代数，大一线性代数不会讨论，那可能比较进阶的课才会讨论。那现在我们人为的去定义它对于任何一个粒子数表象的态，它是怎么变动的？所以，假装你的粒子数表象是这样 n i，然后呢，你做一个 creation operator n j 在上面，那它最后会变成什么呢？最后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常数。首先，这个常数是可以非常任意的，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只是要去定义对每一个 basis 它是怎么变换的，所以实际上你的规则怎么定都可以。那我们现在呢，对于不同的 convention 来说，这个常数可能会有所改变，所以它要先成一个常数，就跟我们那个在单粒子 SHO 的时候一样，你做那个 ladder operator 的时候，它虽然特征值上升一哦，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粒子数上升一，它虽然是这么做，但是它单纯去做上升的时候，它并不是变成，它作用在一个归一的 basis 上，但它并不一定会变成归一，而是会多乘一个常数。那对于多粒子态的情形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我们就多一个跟 ni 有关的常数哦。那其实也可以跟其他 nj 有关，但是我们就不要搞得那么复杂。所以这个 alpha 呢，只是跟一个 nj 有关的函数，然后接着呢，其他的粒子数目都不变动，然后只有其中一个 ni 是等于一，那所以说这个 basis 就会变成 n1、n2 点，这些都是跟原本一样的。那只有 nj 变成 nnj 加一哦，nj 变成 nj 加一，然后点。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已经对所有的 focus space 里面的对称或者反对称态去量定义它作用在每一个 basis 上面的结果了。那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问题吗？这个地方完全是我们定义的。那这个东西前面这个 basis 呢，对于不同的书来说，前面这个常数我写错了，这个是前面这个是 operator，那我加个帽子，这边只是数字而已，我擦掉，这个才是 operator，operator 作用在这个 basis 身上然后它就得到某一个数字，再乘以一个粒子数增加一的态那到目前为止有任何问题吗？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你既然定了这个态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想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呢，我想问的是，假装对于 AJ 的 step joint operator 来说，它作用在 NI 这个 state 上面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我们既然 AJ dagger 都可以去任意的去给出它的作用在每个 basis 上的结果，那 AJ 没有 dagger 是不是也可以呢？答案是不行，因为 AJ 和 AJ dagger 并不是独立的哦，AJ 跟 AJ dagger 并不是独立的，它在正加基底下是共轭转置哦，所以你决定了 AJ dagger 的所有矩阵元，你立刻就决定了 AJ 的所有矩阵元。哦，那我们现在 argue 的就是呢，AJ 作用在每个 basis 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们注意到呢，我们回到刚才的数字，你会发现说呢，AJ dagger 它作用在这个 basis 上会变成这样。那为了记号上的方便，我就再把这个东西再简写一下，所以我们重写上面那个是指为 ni 变成 alpha nj。nj 加一，
我这边写 ng，然后这边变 ng 加一。那你注意到其他 ni 其实也在里面，但是因为 ni 其他的粒子的数目在我们这边讨论并不会影响，所以我就不写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跟我们上面是一样的，只是我这边只在乎 ng 这个 state 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呢，注意到，因为我们刚才的最自由的那个，刚才我们的 focus space 当粒子态，我们发现了它是什么？它是那个。单粒子态，然后双粒子态，然后三粒子态，这样一直加下去，direct product。那我们注意到，direct product 就像我们刚才讲过，它每一个做 direct product 的子空间都必须是线性独立的哦。既然它是线性独立的话，它的内积就是零哦，它的内积就是零。所以说，对于双粒子态的任何一个 state 比如说 n1、n2 这个是双粒子态。然后它如果内积 n1、n2、n3 的话，它会是零，因为它的粒子态就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只要粒子数的总数它是不一样的话，它内积立刻就是零。所以我们现在有了所有focus space 里面的 state 的内积的规则。首先，对于同样的单粒子态，假装 n1 等于 n2，假装 n1 n2，然后 n1 prime n2 prime，这边应该是逗号。你假装是 n1 prime n2 prime 的话，这个东西。它会变成 delta n1 n2 prime n2，然后 delta n1 prime n1，哎我就是 n1 要跟 n1 prime 一样，那我这边写法，n1 要跟 n1 prime 一样，然后 n2 要跟 n2 prime 一样，哦，那如果呢你是，然后呢当你的粒子数不一样，也就是说假装 ni，然后 ni prime，假装 sigma ni。不等于 sigma ni prime 的话，那内积就会是零。哦，好，那有了所有的内积的规则，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的 creation operator 的例。好，creation operator 呢，它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跟其他的，就是它的对偶基底去做内积。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一行，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行。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作用了之后的 basis，这个东西它只有跟某个家伙去做内积才会不会是零，跟其他家伙都会是零，是谁？哎，有没有可以回答一下？就像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已经定义了所有 focus space 里面的，当然这个地方是考虑它的 symmetry 或是 anti-symmetry 的子空间。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到底跟谁去做内积它才会是零？到底跟谁去做内积，它会是零？如果你没有听懂我刚才说的话，那你应该很清楚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跟谁做内积就会是零。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想一下，好，那你们想一下好了，然后休息一下。这个好，给你们。我这个你应该看得懂啊，虽然字有点丑，我们画一个 alpha 是一个跟 ng 有关的函数哦，alpha 是一个跟 ng 有关的函数。那现在我们要在前面再加一个问号基底，使得呢这边也加一个问号基底，使得它会等于。等于不等于零，其他都会等于零，是谁？很明显嘛，非常明显嘛，哦，那我休息，我们休息一下。
哦，糟糕！我把刚刚那个白板关掉。哦，那没关系，反正你前面都不会用到。然后我就把最后一个式子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呢，对任何一个 injured state 来说，你的 a degree 它作用之后，它会变成 alpha of n 哦 n 加一。好，那我看啊，刚刚好像有人回答。nj 加一，aj 等于 nj。对，就是说，根据我们刚才的那几个定义来说呢，左边一定要塞一个什么东西，左边一定要塞，你这边左边要塞一个问号，然后这边也塞一个问号。好，那现在问号应该写的怎么样？问号应该写成，你这边已经是这个只是参数而已，所以你这边只能塞某个 nj 加一。好，那你如果塞了 nj 加一之后呢？这个东西带进去之后，这个和这个会变成一嘛，所以右边会变成什么？后面会变成 alpha nj。那左边会变成什么呢？左边这边也是塞 nj 加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技巧就是，你 a dagger 作用在它身上，就等于 a 作用在它身上，然后再转置。所以说你可以把左边这一串呢写作呢 a dagger 作用在某一个问号 state 某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我问号已经用过了。所以我们用别的符号，左边这一串你可以把它写成另外一个东西，先做一次的annihilation operator，然后这个是然后加两个问号啊，两个问号这个 state 哦，你这个东西 QJ 先作用在两个问号的 state，好，然后你再把它转置变成这一串。那这一串的话，就变这一串这个的整个东西把它转置，那就会变成上面这个，上面这个，那我现在括号里面的东西，你把它转置，把它做共和转置，做 dagger，它就变成这个，然后也就是说，QJ 最后在问号身上，然后再转置，就会变成左边的那一个东西。那现在我们注意到左边是。哎，我不要，应该不用问号，这个确实就是 AJ 先作用在问号身上，然后再转置，所以说 AJ operator 先作用在问号身上，然后再转置，就会等于左边这一串。那所以我们已经知道问号等于这个家伙了，问号等于这个家伙，而且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会是，所以说我们可以写出这样。因为它只有在某一个层，只有在它是等于 nj 加一的时候，左边是 nj 加一的时候，它会是跟右边有关。那所以说，我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东西，我现在画红色，我现在在画两条底线的这个东西，它明显也要正比于 nj 嘛，它才会是一，它才会是一。但是我们其实不一定要是一啊，就是我们只知道说左边这个东西，它明显也要正比于 nj，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说前面的参数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就比较两边的数值哦。那右边是 alpha nj 嘛，哦，那左边的话呢是某一个大 n 乘以 nj，哦，假装你这个画两条底线的东西是大 n 乘以 nj，哦，那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通常 n 会取实数，所以这个 n 到时候会跟 alpha 有关，那 alpha 如果是实数的话，n 自然就是实数，那这 n 不是粒子数，所以我没有更好的符号用，所以这边不要跟粒子数搞混。那，对，我们可以知道说呢，aj 作用在问号身上会等于，问号是什么？n 加一，n 加一，nj 加一，所以这边是 nj 加一。这个 operator 作用在 nj 上面是等于这一个。好，这个就等于画底线，这个，然后你跟这个去做内积，一样，你就两个都做内积，然后这也是做内积，然后变成什么？变成 n 嘛？那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说 n 应该是什么，就是这一串，然后这一串又等于我们刚才上面的 alpha，所以这个也会等于 alpha nj。
所以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说 n 就等于 alpha ng 啊，所以说我们就立刻知道 annihilation operator 作用在 n 加一身上是什么 ，annihilation operator aj 的一个作用在 nj 身上会等于 alpha ng， 然后粒子数减少一个，减少一个就变 nj， 原本是 nj 加一个粒子。减少一个就变成 n 个例子，所以我是写这样。那现在这一串、是以 nj 加一作为符号，那我们做一个符号上面的变化，我们把 nj 加一重新命名为 nj，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变成 nj 减一，那你就可以立刻发现 nj， 哎，我这边没有 nj 哦，你就会发现那个没有 dagger 的这个 operator， 它实际上真的就是减少一个例子、那我们这个地方完全是根据原本的定义，那你也可以先定义 nj。然后 再去定义 nj dagger 就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呢、这边要减一、这边要减一、就我们全部都变成这样，那我们就有了 aj 还有 aj dagger 的作用在多粒子态要满足什么样的规则，把这两个规则联立，我们就可以得出它们的、对一关系，这个对一关系呢，无论是对玻色子还是费米子都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先做这个 aj dagger， 然后再做 aj， 然后再减掉它的两个交换、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写成这个嘛，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因为它对于任何一个 state 来说，它首先会先掉什么？会先掉 alpha ng 来，所以前面会先掉 alpha ng， 然后你现在粒子数已经增加一了嘛，那你再用 a 没有 dagger 去作用会变成什么？会变成 alpha ng 加一减一嘛、所以就等于 alpha ng 的平方、这两个消掉，所以就变成 alpha ng 的平方，然后接着我们调换，那调换的时候非常类似的，我们首先只是这一次你是先做，我这边好像写错了，因为你这次地方是先做 dagger 啦，你先做 dagger 的话，这样写比较好。先做 dagger 的话，它会跑出 ng 来，然后再做这个的话，会变 ng 加一减一来。那这个都是由上面这两个式子来的啊，所以说这边我们就沿用相反。接着我们来看，先做那个 aj 会发生什么事情？先做 aj 的话呢，它会变成Alpha ng 减一嘛，根据这个式子，然后现在粒子数已经变成 ng 减一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ng 减一，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是作用用谁去作用？这个用 a dagger 去作用，那这个是用 aj 去作用，所以你第一次会掉出 ng 减一，那第二次因为粒子数已经少一了，然后 ng dagger 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粒子数跑出来，所以它就变成 ng 减一。好，那你就会立刻发现了它的交换关系是什么？对所有 state 来说都会变回原本的那个粒子数的 state， 而且会多乘一个常数，这个常数呢就是 alpha ng square 减掉 alpha ng 减一 square。不同的 alpha 的 convention 会造成不同的对应关系、那这不同的 convention 的 a dagger 要怎么去互相转换呢？其实我们会很容易的看出来、如果你 alpha 缺不一样的话，如果 alpha 缺只是差一个常数、只是差一个常数的话，那它 a 缺和 aj dagger 其实也是差一个参数，那如果你 alpha j 是一个 alpha of nj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函数的话，那就没有那么简单的转换关系了、那所以对于普通的非相对论性的例子来说，我们通常的 convention 是 alpha nj， 我记得是根号 nj、根号 nj， 所以、我记得是根号 n 加 ej、这个东西是 alpha nj， 所以上面那一串就会变成，这个是对在非相对论性的像的量子场论里面我们比较常用的 convention， 所以这个 convention 呢把它带进去的话呢，就会变成 nj 加一的平方减掉 nj 的平方，所以它就会变成一、所以你的这一串你的对应关系就变成一，对应关系就变成一，但是呢在
其他的 convention 里面在产论里面我们还会再乘一个参数，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加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通常会跟你的 J 有关哦。那对于上次他来说，通常就是 P、哦、或者你写 K，P 和 K 都是 P 和 K 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只是你当 H 8零为一的时候 ，P 和 K，P 和 K 就一样。那如果 H 8不是一的话，它就差一个 H 8。那可是在产论里面，我们通常都是用自然单位制，自然单位制就是 H 8等于一，然后 C 也等于一。这样就超方便，那 P 和 K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所以说在产论里面会是用什么 convention 的，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了。不同的书会有不同的 convention， 而且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共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维基百科。维基百科说自己说在 momentum space 里面我们的对应关系简直这样子、哦、那你会发现 delta P 减 Q 是什么东西。 delta P 减 Q 我们现在那个我们刚才是谈论离散的基底、嗯、用 J 来打标的。那如果是连续的基底的话呢，你可以用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self adjoint operator 的 eigen value 来标定每一个 stat。 那如果你用 P 就是动量的 eigen value 来标定的话，那每个 stat 都可以写成这个样子，这样好了 K 就是你每一个 stat 都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现在的这一串就会是一乘以这样也会多一个嘛，所以 n 毛 j 就等于 delta。 他这边为什么要写成 delta p 减 q， 因为我们注意到刚才我们谈论都是 j 等于一样，但是对 j 不等于 aj ai， 当 a 不等于 j 的时候，弄错了， i 不等于 j 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它就是完全是在不同的粒子不同的 stat 的粒子数目下面换，所以你怎么交换都不会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零。同理这个东西也会是零、嗯、那两个都加号也会是零、哦、这也会是零、哦、所以这三个统统都是零。对于连续的态的来说就是 delta p 减 q。 这个 delta p 减 q 就是你刚才的那个这个式子，你可以把它写成更广泛的形式、哦、更广泛的形式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把这边 i 和 j 写的不一样，然后这边再加一个 delta ij 就行。好，那对于连续的时候呢，刚才是自己的 convention 是这样，那其实这个也可以写成这样，然后好 p 和 q 这个是 chronic delta， 然后这个是 delta 0、哦、就是 delta 还是在0的时候那个词。那这个式子有问题啊？没有吧，Delta 函数跟那个 Kronecker Delta Dirac Delta 跟 Kronecker Delta 就是用这个式子去转换，所以这个也可以写成这个。那在这边的 convention 它的这个 n tilde 就是这个、哦、就是这个 Delta 0、哦、所以说你就立刻可以把它的 a 和 a 这个的对关系写成这个样子，这是自己的 convention。 但是呢对于其他的 convention 来说，他说 David Tong、哦、或者 Peskin Schroeder， 这个 Peskin 很厚啊，700多页，太厚了、嗯、我用这本，但是其实这本非常详细，就你要查什么都查得到。那 Greener 好，虽然没有 Peskin 那么厚，但是它有很多本，很多本加起来比那个 Peskin 还厚、嗯、但是其实 Greener 讲的是很清楚，但是它习题太少。好，那 Tong 或是 Peskin 或是 Schroeder 他用 convention 是这个。那到时候我们会去谈论说，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谈论过了，但是我们没有说呢，我们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先定义我们刚才的一堆的对应关系，定义 A 和 A 这个要满足什么样的代数关系，然后呢再想办法用 A 和 A 这个去定义你的 Phi 还有 Pi、哦、Phi 就是动量还有位置、哦、那我们等一下谈古典场论再认真谈一下。然后你也展开，然后去论证说它跟你的 A 和 A dagger 有一样的代数关系，然后我们就把它做复利的展开的 A 跟 A dagger 诠释为我们刚才所定义的 annihilation and creation operator。 那问题是你要先做哪一个是没有规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天衣无缝，你不管先定义哪一个， 你最后你想要得到就是在多体的 Fock space 上面的满足一定的代数关系的一组的 operator。 那最后要怎么在物理上诠释是另外一回事、哦、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呢对 Drenicki 他用更奇怪的 convention， 就是这个，我记得 Schwarz 也是用类似的 convention，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许沃斯他定义什么样的 convention？ 第一，他的 convention 跟就是我们刚才定义说 a dagger 它会多一个常数嘛，那常数是跟 omega 有关 ，omega 就是能量，那能量跟动量的关系由色散关系来决定哦。那对于不同的粒子来说，可能会有对于相对论和非相对性来说，它的色散关系有可能会不一样。那你就把能量的公式带进去就好了哦。好，所以2470是在 Schwarz 的 convention 下面的 creation operator 的 convention，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多粒子态的那个态在上色态的时候，我们的 convention 也很奇怪哦。你会注意到2472是告诉你说它 convention 是这样，那这个又跟量子力学里面的 convention 不一样。量子力学的话，你如果两个态是一样的话，那就没有，就通常只有 delta 而已，没有前面这一串。那为什么要这一串？它可以让某些式子比较好看。那你注意到它现在有两个参数是我们可以任意定的，就是2470前面的这个参数，one over square， one over square root 2 omega p， 以及每个 state 有没有归一化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参数。所以说，我们来稍微的 argue 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来考虑每一个 state 怎么样？对于上一色态来说，哦，因为对上一色态来说，我们通常就只讨论两个粒子，所以说我们其实不用考虑说那个这个东西这个因子，因为你到时候通通都会出现一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要考虑 AK。还有 AP，AK 和 AP 都是粒子态，然后它就是一乘以某一个参数。那现在你参数要取什么？参数我们就取 N1 好了啊，哦，这个是 N1， 这是你的第一个自由变数。再者，你要问的是 K 和 P 要怎么去做归一化。那 K 和 P 有可能不是归一的哦，有可能不是 K 一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把它命为 N2。好，那你会注意到这两个东西同时的去给定了你到时候代数式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东西。好，到时候这两个东西会互相打架混在一起，让你去在每一个式子里面，你都要事先的去给定这两个式子。那最麻烦就是不同的数有不同的 convention。所以说，你如果这边观念不清楚的话，你就会不懂为什么要 convention，那你就只能应记哦。啊，那通常 N1 我们就还可以再把它写成 delta， 因为你知道 K 和 P 不一样的时候就写这样，所以 N1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elta K P， 那么这也是 delta K P， 然后这个也可以写成这样，对，因为这个我们只是把这里面如果含有 delta 0的话，我们就把它跟前面连在一起，它就变成这样，然后再加一个 N prime 的话，那同理在 N prime。好，那回到 Schwarz convention 的话，它 N prime one 就是 1/2 omega p， 哎，哦，你要看它的对一关系，这个是对于你定义了2470，你就可以得到对一关系啊，2469。那同理，你也可以先定义2469，然后得到2470。但是真正自由的，你可以自由调控的东西只有两个哦，所以2469决定了就立刻决定2470。那同理2470决定了，你就立刻决定2469。哦，这两个只有一个自由变数，那同理，然后第二个自由变数是在你的 convention 上面哦。那对真空我们通常是一，那对自由散射态的话来说呢，通常，它就写成这样啊，嗯。至于它为什么写成这样，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就会比较好看。其实，symbolically 你在做，你去解那个 Dirac equation 跟那个 Dirac equation， 其实 Dirac equation 是关于斯宾二分之一的，对斯宾二分之三、二分之五，我们有类似的式子哦，就是类似这种的 equation， 它都是所谓的 Spinor equation。那对于存量的，存量粒子或者 spin one 是光子，光子非常有趣啊。虽然它是以一个 dimension 为三的，它其实它可以以一个 dimension 为三的那个 vector 来表示，但是它从来不会。它真正的自由变数只有两个，就是它实际上只是在两维的那个 state 里面，就是你决定了动量之后，它只有两个自由度，哦，就是左旋跟右旋，嗯，那对于粒子的话，它只有 up and down， 那对于自旋二分之三的粒子，它就有四种可能哦，那要怎么命名呢？就不能命名叫 up and down 哦，那它的
它代表的是角动量等于二分之三、二分之一、二分之负一，然后二分之负三哦。那对于电子来说，只有二分之一和二分之负一这两种哦，所以你就把它命名为 up and down， 非常简单。那对于二分之三的粒子，就有四种可能哦，四种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虽然我们很少讨论二分之三的粒子，但是它的本质上也是非常类似的哦。好，那我们就不要管这些 convention 的问题了，接着我们来讲古典产论哦。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问题吗？好，没问题，我们就来谈一点点的。哎，有问题吗？好，那我们就来谈论古典产论。虽然 Greener 有古典产论，但是他那一章好像太长了。我找一下。哦，这是古典产论，他一整章都在讲古典产论。但是我们现在就讲一个非常启发性的东西，关于，哎，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古典产论的例子。那你到时候要谈论古典产论要怎么去做正则量子化，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描述上色态的例子。那我们注意到，对于束缚态来说，它其实是每个粒子都是离散的哦，离散的。所以说，我们之前谈论 harmonic chain 的正则量子化，那 harmonic chain 呢，它如果是有限个粒子的话，正则量子化就得到多体薛定谔方程式；如果是无限多个粒子的话，就得到一个散色态的，哎，不，就得到一个束缚，就得到一个离散的，但是粒子仍然是无限多的 Hamiltonian。那如果你是不可数个粒子，我们之前谈论什么叫可数的粒子，就是可数就是一二三四五，然后不可数就是连续的态，连续的态也可以做正则量子化。那其实这个数学上并不是非常难定义了，但是形式上还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论一个最简单的古典产论的例子，就是 classical field theory，classical field。我们对于单粒子的古典力学来说，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写作一个 Hamiltonian 形式。那 Hamiltonian 呢，它会跟 T1 还有 Q1 哦，虽然现在只有一个粒子，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然后它会满足，就是你普通的 partial， 我用一个特例会比较方便一点。特例的话，这个不好查。特例的话，你的 H 通常是写成p 平方除以 2a 加 v of x 嘛，哦，那这是 h， 那 h 如果你对 p 去做偏微分的话，它就变成 2p 除以 2a， 所以就变成 p 除以 n，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 q dot，所以，x dot， 然后同理，对于这个来说，对于 x，我比较习惯用 q 啦，那我们，我现在写了 x 就用 h，x， 那这个呢就是 partial v partial x。那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你就得到这是负的那个 F 等于 NA 嘛，所以这个是 NA 嘛，所以 NA 就是 P dot， 这里有点 V dot 啊，这个东西是 Hamilton 决定了一切的 Hamilton 的 Hamiltonian 的 mechanics， 会就用这个可以，你可以完全的去决定equation of motion， 所以我们做正则量子化呢，就是希望呢这个结构可以保持到量子力学或者量子产论之中。所以正则量子化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华松 rocket AB 变成李挂号，这个东西对于 PQ 来说，我们把这个定义为，其实我经常不记得哪一个在前面，哪一个在后面，然后减掉它的相反，所以这个东西你再把 PQ 带进去的话，它就变成一嘛。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量子化，你就会发现它会 P hat 跟 Q hat， 它要变成负 IH 八。那注意到这个 H 八不同的话，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量子化，所以在数学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量子化。那实际上我们有个定义说，对每一个 H 八来说，都可以决定一个 P 和 Q 这个代数关系。P hat 和 Q 这个在李挂号下面的代数关系，在 infinite 在无限维空间的一个 representation 的 unit representation， 每一个 H 8就决定一个 representation， 而如果是同一个 H 8的 representation， 你尽管把 P hat 和 Q hat map 到不同的 Hilbert space 三维的 orbit，P hat 和 Q hat
你把 p hat 你可以把它做量子化，但是这个并不是唯一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这样。然后 q hat 你可以把它变成 p hat one 和 p hat two。然后你 q，我弄错了，古典力学的量，p 和 q 可以变成 p hat 和或者 p hat q，但它们之间可以用一个 unit of transformation 来决定。那实际上这个就等价于我们在做 Heisenberg feature 跟 Schrödinger feature 里面的转换。那其实所有的 u 呢都可以写成 exponential f y h 一除以这个，这是后话，所以。首先你要给定 h 8 h 8不同的值的话，他们就不能用 unit representation 去做互相转换。未来你也就我再跟讲更精确，我再讲更精确一点，就是你的 p hat 和 q hat 满足这个代数关系，那你还有一啦。然后一的话，p 和 p hat 和 q hat 做了理括号的时候都会是零，都会是零。那你要找出 p hat 和 q hat 用一个 linear operator 来表现。来表现，那它在 unitary transformation 上面只有一种有可能的 unitary representation 哦，那这个是数学上的证明，但虽然我们不会证明这个定理，但是我们可以，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哦。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古典的 string，在古典的 string，那我们在古典力学，我不确定你们在大理论力学有没有谈论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应用力学里面，我们经常会谈论波动方程式。哦，至少你们在普物会谈论一个 string，它是一个 linear，一个 string 是如何的写成一个 linear 的 wave equation。所以，我们来谈论一下，它要怎么写成 Hamiltonian 的形式。那一个古典的 string 呢，它其实就可以看成是无限多个无限小的弹簧，哦，还有无限多个指点，它们之间的 coupling。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定义为 xi，啊，这就是 xi 加一，啊，这是 xi 加二。那由我们之前的关于 sh o 的列式，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列出它的 equation of motion。它的 equation of motion 就是 xi 加一减加 xi 减一减二 xi，啊，这个东西是 equation of motion。然后，因为它力常数有关，所以这边有个 k，啊，我们可以把这个 n 除过去，它就变成这样。这个是 equation of motion，但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直接写出 Hamiltonian 来。那它 Hamiltonian 是什么呢？就跟我们之前写过的一样，就是 pi sigma pi 平方除以 2n 加 vxi，然后 xi 加一，这个就是二分之一 n omega 平方，然后 xi。减 xi 加一平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简写为 vi 加一。那 Hamiltonian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对于有限的例子来说，我们是怎么做？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个无限的例子，无限粒子的 string。因为你 string 的话，它其实是上面有无限多个指点，每个指点的质量都是什么？都是 dn。啊，dn 它其实是可以写成 log dx。那我们注意到，我们之前谈论 particle in a box，sho 就是 finite，有限个粒子在盒子里面的正则量子化的时候，我们为了过渡到连续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不用第 n 个粒子，而是用那个，这 a 就是每一个粒子之间的原本的长度哦，在还没有开始振之前原本的长度，这个是 a。那我们会把整个长度 l，这个是零，这个是 l，把它除以 a，那很明显它就是，你现在把 x 除以 a 就会等于，就是现在假如有第一个例子，它一开始是在 xi 零的地方，这些你就把 xi 零除以 a 就等于 n，这个就等于 n 个例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 n。还有 x 坐标去转换，那你注意到现在这个 x 代表的是什么？这个 x 代表的是一开始的坐标，一开始的坐标。接着我们要谈论呢，假装呢经过开始振动，那现在都是前后振动了，那其实你要用上下振动也可以，只是你就要把上下振动做 linear 的近似，因为你瘫痪的话是斜的啊，这个那你就要考虑它毕氏定理，那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姑且讨论前后振动就好了，不要讨论上下振动。上下振动你做了线性近似也可以变成一样的东西了。好，那
如果你把 string 写出来的话，那你，诶，因为我们你在古典力学里面应该都解过，如何去用牛顿第二定律以及张力的方式去得出你的波动方程式，所以我就不导一次，我现在就导的是如何列出它的 Hamiltonian。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它分成 n 份，然后我们现在假设说呢，这个每一个 n。每一个 xi 和 xi 加一之间，它们之间都是以一个弹力常数为 k 的弹簧去做联系。那现在每一个质量，我们就把它分成，就是整个 string 的总质量大 n，然后根据粒子的数目，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分成大 n 段，所以这个就变成 n 除以大 n，所以说这每一个的长度呢，都是 l 除以大 n。哦，那从这边数过来的，一开始还没动之前的坐标，我们把它定为 x。所以你现在呢，可以尝试，我们现在用 phi 来决定说呢，原本在 x 的粒子，哦，原本在 x 的粒子。那现在我们把它分成 n 份，那所以说它其实际上只有离散个有限的，粒子。然后你就对这些离散个有限的，一开始的位置 xi 来说，去写出 phi of x，然后它也会跟 t 有关。哦，那我这样的架构。你们应该懂吧？哦，那如果你明白我现在在这做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的Hamiltonian 写出来。那 Hamiltonian 会是什么呢？H Hamiltonian 仍然是，因为你这个 phi 告诉你说它沿着你那个，它原本是在 x 的那个粒子。哦，那其实这个 x 就是，其实你可以写在下标，但是因为 x 是连续的，所以我们把它写进来会比较符号上比较好看一点啊，因为这 x 它其实就是对应到离散情形的 xi，phi i 所以说，那至于为什么要 phi，你说为什么我们不用更加力学一点，更加古典力学一点的符号？因为我们在缠论里面通常都是用 phi 来指定任何的缠，不一定是这个 string 的缠。那所以我们就把 x 其实就是对标到 i 所以我们就把 x 写进去。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注意到我们现在都在谈论古典力学哦，还没有到量子力学啊。那现在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d phi，然后 x i，然后 t，然后你就对时间去做偏微分嘛，就写成这样子。然后它的质量是什么？delta n 嘛，delta n，然后 phi 平方。哦，这个点点就是代表它对时间。那我把它写在下标，代表是它对 t 去做偏微分啊，写或者加逗号。可是如果只有一个场的话，不加逗号代表偏微分。可是你有时候会有很多个场啊，很多个场，phi one、phi two、phi 三，而且都跟一开始的位置有关。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加逗号的话，就可能会搞混哦。那写作逗号 t 也可以，写作逗号零也可以，因为我们在相对论性的情形里面，通常 x 零就是代表 t，x 零就是代表 t。那我们现在先讨论非相对论性的情形。哦，那所以 H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然后你 sigma 加起来，sum over 所有的 xi。好，那现在我们只讨论了动能的部分，我们现在要讨论位能。那位能的话，你一定要是把它的 potential 加起来，所以是 vi 还有 vi 加一这两个这些东西加起来，然后从第一个加到最后一个。那我们现在问的问题是，这个 v 应该要写成什么样的形式？要写什么样的形式？那为了要推广呢，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哦。我们就不写 n 和 omega 平方，因为这样推广会比较不方便一点。好，那它就会变成phi xi 加一减掉 phi xi 加一 t 减掉 phi xi t，然后平方，然后再加起来。哦，这个东西就是动能。那现在我们要讨论，当 delta n goes to zero，然后 n goes to infinity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 delta n goes to zero 的时候呢，这很明显就会变成 dn 的话是什么？d 那 dx 对标到什么？对标到我们刚才的 l 除以大 n，也就是 a，l 除以大 n 就是 a，也就是说呢，l 除以大 n 会 goes to 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极限之下，l 除以大 n。会 goes to dx 然后你再给它乘以 log，这个是它的横向的线密度 log dx，因为你一开始没有动的时候，它线密度都是一样的哦，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的整这一小段的整个质量都把它当成一个粒子哦，因为它很小，
所以它就平均下来就是等于 low delta low dx 就是 dn， 所以这个地方的动能我们已经非常容易的就决定了，但是未能是稍微麻烦一点啊，稍微麻烦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未能的时候的情形要怎么做。未能的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很简单的写成一个，写成一个跟 phi 有关的导数的形式。那所以说我们在后面再补一个我们之间的，就是之前我们定义的 a。 好，那我们因为你现在 a 是长度因次，然后这两个也是长度因次，但是它有平方，所以我们下面要补 a 平方。写成这样的话呢，上面这个东西它会 goes to 什么，就会变成 goes to partial phi partial， 因为 xi 和 xi 加1是差 a 嘛，所以这个 a 是 goes to dx 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 phi x 加 dx 减掉 phi、哦、然后在同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phi x xt，然后再平方，这一整串再平方，所以这一串中间我们已经决定了。但是问题是 ka 平方会 goes to 什么？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能够成为什么样的极限的话，那一个合理的假定就是 ka 会 goes to another constant， ka 会 goes to another constant y， 那这个 y 就是所谓的 杨氏魔术，就是 杨 modulus、杨氏魔术、哦、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说 ka2 会 goes to a constant 呢？那你注意到 ka2 goes to a constant 的意思是什么？那意思是 ka3 次方会 goes to， 因为你现在这个是 constant， 所以 a goes to 0， 这个 goes to 0。 那同理 ka2 除以 a 的话会 goes to infinity、哦、所以说不是说随便的去凑在一起的话它就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极限、哦、会得到一个好的极限，一定要 ka2 合起来才会是一个好的极限。那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 ka2 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的五点，会成为一个常数呢？那我们来谈论平常弹簧的时候，你把两个弹簧串联在一起，这是 k， 然后这也是 k， 那它的弹簧会变松弛，所以说变松弛之后呢，它的弹力常数会变成二分之 k， 这个是你高中学过的。然后你在并联的时候，它会变成这两个都是 k 的话，那两个弹簧合起来的会变紧，所以会变成两 k， 因为这两个一起合作，那这两个互相扯对方后腿，所以它就变二分之 k。 好，那当我们的 delta n goes to，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要知道说，当我们把它分成大，把整个 l 分成大 n 份的时候，它的 k 会跟原本的整个大弹簧的 k 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论这个 k， 假装你把它分成 n 份，所以合起来是 nk， nk 会等于整个大弹簧的 k 嘛？那你会觉得说nk 应该要等于大 k， 大 k。 那反过来说，你把 n 除下来，也就是说越多段的话，它应该是越紧，我这边好像写错了，这应该是 n 分之 k。 所以说你把它分成越多段，那每一小段的弹簧就越紧，所以说你现在的 k 是 goes to 什么？ k 是当你越变越小的时候， k goes to infinity， 然后 a goes to zero。A goes to zero。 但是你 A 又跟什么有关？你 A 又跟你的 N 有关，所以你的 A 你可以改成现在这样，然后 N 也是 goes to infinity， 所以你现在 K is goes to， 所以我们来看 KA square。 我发现有一个地方写错了，难怪、我这边有一点点错了，就是这边是 ka square， 可是这个地方 a 其实是 dx， 可是你知道到时候还要跟 dx 做积分，所以你这边可以写成这样，然后你再把 a 去跟这个，所以我这边是都写错了，我这边都写错了，所以这边是 ka goes to some constant， ka goes to some constant， 擦掉 ka goes to y， 所以说 ka 乘以 a 是 goes to zero， 然后 ka goes toinfinity 是很明显的、哦、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那由我们刚才的论证， k 会越来越大，而且它会正比于你分段的数目，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 k 是正比于你分段的数目，也就是小 a
n 除以 l。那你注意到，你 a 就是你分锦端嘛，所以 k 会正比于 l 除 a。哎，反正反过来说，k a 是正比于 l。哦，这样就证明了说 k a 会 goes to 一个函数，因为 l 只是一个参数，那至于是什么参数，这个正比就代表差一个参数。那至于是什么参数，我们不重要。不管你分几份的话，KA 都是一个参数，所以这样子就 justify 说呢，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这一串啊，写成一个 y，k 和 a 合起来变成一个 y 的形式。好，那我们现在 Hamiltonian 可以写成怎么样呢？Hamiltonian 可以写成某个东西的积分，第一个是代表动能的这一个东西。再加上这个东西啊，这是动能嘛，所以你是动能减位能，所以这个地方是正号，然后减掉呢二分之 y，然后 phi x。接着你可以讨论一个横向的位能哦，横向的位能就是你的重力是横向的，因为我现在不想谈论两个方向的地方会造成不必要的复杂，所以我们现在重力的方向我们也弄到横向的，那你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会是。phi of，你假装你的重力位能的 potential 是 v phi，那就变成这样，v of phi。可是你这个 phi 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的 phi 呢，它实际上应该要写成 phi 加 x，因为你是原本是在 x 的地方拿去 phi，所以你的最后 potential 应该写成这样。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 low GH 的这样的。potential 的话呢，你把你的 phi 加 x 带进去啊，phi 加 x 带进去，h 就是 phi 加 x，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 phi 加 x 带进去。带进去之后呢，这个每一个 x 都只是一个参数而已，所以出来也只是一堆参数。那你只要对于位能来说，它参数并不会影响啊，你位能可以做一个平移没有关系。所以你的 v of phi 加 x 在这一种重力位能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写作 rho g phi 没有关系，rho g phi。好，那对于其他的种类的位能，你可能要加 x。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 v 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写成跟 phi 有关，也可以跟 x 有关。所以你这一串也可以把它写作 v of phi of x 啊，它同时跟 phi 也跟 x 有关。那你注意到这个地方是？我写错了，不是 Hamiltonian，是 Lagrangian 的。那 Hamiltonian 是全部都加正号，变成 Lagrangian。那 A 目前我们只谈论 Lagrangian，目前我们先谈论 A，应该说我们两个都可以谈论了。但是 Lagrangian 在导波动方程式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那 L 就是这样，那如果是 H 的话，就变成两个加起来。那如果我们要做正则量子化的话呢，当然是把 Hamiltonian 去做正则量子化。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至于这个 v，你可以 v of x，你可以完全写，你可以完全任意的去给定啊，那个就是跟你的 potential 有关的一个东西哦。你说可不可以跟 x dot？对，x 你要注意到，现在 x 是 dummy variable，所以不会出现 x dot。所以你现在唯一的这个 phi 对标的是什么呢？phi 对标的是每一个是在离散情形的哦。现在我们谈论的是离连续介质的古典力学。那对于你把它变成连续态的话，这个 xi 就对应到 phi of x，所以这个 i 对标的是 x，哦，那虽然 x 则是对标到这个 phi，那希望你们不要在符号上面搞混。如果你们会搞混，我就把这个改成 q 好了，q，这个 x 是代表它原本在哪里，phi 代表是它在任何一个时间偏离原本在哪里多少。那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连续情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哦，连续情形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们把 Hamiltonian 写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尝试把它做正则量子化。哎，那我这边要看有趣的一个 potential 就是 cosine 情形的，哎，sine 情形的 potential。那哎，cosine 情形的 potential，那 cosine 情形的 potential 其实可以看成是 a series of pendulum。A series of pendulum，它就是它的 potential 是一减 cosine h 啊，那如果你把它带进 v 的话，它 v 出来的就是 cosine，所以你 h 就会写成这个样子。好，那如果你的 v 可以写成
v5 of x 可以写成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它的几何，它一开始不是来自于古典力学，而是来自于几何。那它几何上有什么意义？诶，我暂时不会讲哦。假装你是一减 cos， 那你现在是跟 phi 有关，那 phi 你可以把它改成角度。那如果在偏离很小的时候，诶，它就几乎是线，它几乎可以写成上。那偏离很大，可能要在诶，你就考虑你那个每一个单摆之间都有一个螺旋形状的弹簧，那可以，那你就可以列出一模一样的式子，这个地方就可以写成 cos phi， 那个 v 就等于 cos phi 乘以 log 这个东西。好，那我们现在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我们可以从 h 去尝试得出它的正值量子化之后的形式，第二个我们可以透过 l， 也就是 Lagrangian 的去得出它的所谓的wave equation。 那我们先从古典开始得出 wave equation。那如果我们要切出 L 的话，就把后面我用蓝刮号刮起来的地方呢，都把它改成负号。那你注意到蓝刮号里面的两个都是代表位能，但是这个代表的是临近的 particle 之间的位能，这个代表的是跟外场 couple 产生的位能、哦、蓝刮号里面这两个东西都是位能，然后你加上减号之后就变成 L、哦、就会变成 L。 那透过 L 呢，我们可以尝试去得出它的 equation of motion。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作是无限多个粒子互相的 couple， 也可以看作是无限多个ODE、哦、其实任何的偏微分范式你都可以看成是无限多个 ODE， 就是常微分范式的联立、哦、那对于普通的离散的情形，不管是有限维数还是有限的粒子数或者无限多个粒子数的，我们都可以列出 Euler Lagrange equation， 也就是说呢partial T 写错了partial qi dot， 然后会等于 partial， 然后这个 d 大 d 我代表是对时间去做为全微分，它会等于谁呢？等于 l 哦，会等于这个 l 可以是有限或者无限多个粒子，然后右边你可以把它写成 partial l partial qi。然后对所有的 i， 那你很自然的会去期盼说对所有的现在你 i goes to x， 所以现在 x 是标定不同的粒子、嗯、它对标的是一开始的 i， 那所以说你很自然的会希望它会变成这样 l， 这个不管是在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可以改成 x， 那我把它写成下边 x 好了，我就不抄一次，把这个地方直接改成 x。然后就如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Q 要改成 Phi， 这个 Q 要改成什么、哦、Q 理论上其实不是改成 Phi 了，因为你现在知道说 Q 是什么， Q 是每一个东西的每一个指点的位移，但是每一个指点的位移呢，每个指点的位移会是有限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不用改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样。注意到、哦、现在这个 L 是什么？ L 是 这一串加起来的、哦、所以你 L 呢直接去做偏导数，去做对这个家伙的偏导数会是什么？我们来算算看，我们来算一下 L 对这个家伙的偏导数。我们用一个没有 potential 的没有外加的 potential 的 Lagrangian 来试试看，所以 Lagrangian 可以写成这样、哦、然后呢我们把里面那个东西点点点重新命名为所谓的 Lagrangian density，这个东西就是 Lagrangian density， 然后通常我们写作花写的 L， 然后沿着 dx 去做积分，这个是 L，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 action 是什么？是 L 对着时间的做积分，所以我们还要再做一次对时间的积分，这个东西才会变成 s， 对时间的 s。 那无论你是对 L 或者对做 s 去做，我们仍然都可以把它带入 Euler Lagrangian equation。Euler Lagrangian equation， 所以对于连续常论来说，其实它永远可以写成一个 Lagrangian density， 然后对 dx dt 去做积分。那你会注意到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写作的它的 Lagrangian density 的形式是怎么样，是长这个样子。你会发现其实在 t 和 x 这两个坐标之下，这两个坐标它的
作用量形式并没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在离散的情形之后，它力值的数目永远是离散的，但是你坐标却可以是连续的。这件事情呢，造成你的时间和空间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对于古典的连续产论、连续的产理论来说，时间和空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真正在造成不同的只有你的 Lagrange density 的形式。那实际上呢，你没有办法单纯的由这一串的数学形式去区分哪一个是空间，哪一个是时间。去区分哪一个是空间和哪一个是时间，所以你的 t 其实也可以写作 x0。 实际上在如果你考虑相对的情形的古典产论的话，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特别去区分时间和空间，因为你在 Lorentz transformation 之下它自然而然的会混在一起。现在我们要尝试去得出 Lagrange density， 如何从 Lagrange density 得到 equation of motion， 所以我们就直接对 L 去做 partial derivative。 那你注意到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看成 sum over 所有的 dx， 所有的 x sum over 所有的可能的 x， 然后呢你要 sum 的是什么 low dx 二分 low dx L of 花写的 L of ix of φt， 那有时候也会跟 φ 有关，那有时候也会跟 x 或是 t 有关，但是再写下去就太长了，那这一串东西跟连续的情形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这一次前面都成一个 dA， 前面都成一个 dx， 也就是 dN， 只不过唯一的差别就是你的指点的数目是不可数的，而且每一个指点的质量都是无限小。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对 phi of x 去做偏微分，然后你心里要有一个 idea 说这个 x 代表是什么，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phi i， 所以说这其中这个 phi x 其实可以改成 phi x1 phi x2 phi x3 这样的形式。如果你了解了我们现在在干什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对右边也做偏微分，那你可以把它移到积分里面去，这个积分其实是代替 summation 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你就直接把它移到积分里面去。那如果 x 不等于，如果这边里面是带 x prime， x prime 不等于 x， 那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们只会在乎说这里面含有 lx， 含有 phi x 的那个地方。所以呢，你做出来直接做偏微分，直接做偏导数的话，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 dN partial l partial phi x， 有没有很简单？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去做 phi x 的那个。那你注意到 phi x 其实是对标到连离散情形的 phi i，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用再对时间去做偏导数，不用再对时间去做偏导数。那其次，现在 x 和 t 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了，所以你还要再去讨论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你这 x 也可以直接取 x0， 那出来的话就是一样的东西。那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无连续离散情形的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呢？这个东西它会告诉图什么呢？这个东西它是 qi dot， 那它就会变成我现在我的 argument 是比较疏松的，我等一下会直接用变分再弄一次。好，那这个东西就变成 qi， 我写错了，这地方就变成 phi t， phi 对 t 的导数，所以这个要等于这个，那这个 l 又是什么？也会等于 dn， 直接移出来。所以假装没有任何的外加 potential 的话呢，这一切就变成。就这一切就变成比较简单了。这个是你注意到这个 phi x， 应该写成 phi of x 会比较好。这边写这样子。好，那会发现呢，这个一样都有 dn， 但是因为你每个都有 dn 嘛，所以你到时候其实 是可以消掉的，所以这个写成 low dx， 然后这边也会跟 dx 有关，所以你就可以全部都消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方程式是什么？partial l partial phi dot t， 这是第一个方式，再加上谁？再加上会等于零，这是你 Euler Lagrangian equation partial
L，然后 partial phi，这个东西是你的 Euler Lagrangian equation，但是你注意到，如果没有 potential 的话，这一项几乎算是零哦。诶，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你的未能的部分，就是诶，理论上还要有一个项就是关于你的诶，你注意到你原本的那个你的 phi of x。phi 对 x 微分的，你 Lagrange 里面含有的这个的项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 phi of xi 加一减掉 phi of x 的这个地方。那你平常在做 Lagrangian 的微分的时候，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它是来自于，诶，我觉得这样写讲有点不好，因为这样子会少一项，所以我这样讲的有点太疏松了，我想一下，可不可以直接类比过去？phi of x 理论上应该还会再出现一个项是 dx，哦，partial l，partial phi of x，哦，e，那 phi of x 其实就是对应到 phi i 加一减掉 phi i，那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做重新的变数变换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好，那我直接用那个。那至少我们刚才用那个类别方式，可以立刻 argue 出这两项。好，那这一项的话，我们直接用变分来做。好，所以说我们现在 s 要怎么做？我们现在 s 呢是希望它会等于 s 会等于 l，然后 dx dt。这样的话呢，我们两边取变分，它就变成 partial l，partial phi x，然后 phi x。这个地方同时含有时间，还有空间，然后这边是这样。接着对有导数的去做偏微分，这个 x 也同时含有，因为你这个地方 x 和 t 完全是对称的哦，所以你这边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然后还可以再加第三个。然后如同我们平常去 argue 的 Euler Lagrange 的形式，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的哦，所以，哎，我想想，哎，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的，啊，那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你这个东西去做分布积分嘛，所以它就变成，由于你这个 dx 可以推广到任意的维度，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在四维空间中的全部的体积的积分，所以你这个其实可以把它改成写成这个样子，哦，或者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dx 三，然后 dx 零，哦，那诶，通常我们常论里面只会用到四维，相对论也是通常都是四维，string 的话可能更多维哦，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立刻就可以得到 equation，目前是这里面的这一串东西等于零。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把 L Lagrange density 带进去。诶，好像怪怪的哦，已经缩到最小了，只能放大是不是？好，我们把这个带进去，我要放的太大了。好，那我们来考虑 Lagrange density 带进去。那我们先刚才那个 L 是什么？就是负的二分之 y，然后 phi。x 平方嘛，然后我们就以最简单的 log phi 来当做位能，那这地方也是减，然后二分之一 phi t 平方，然后这个是 k，这个是 log，然后你再沿着时间和空间的体积去做积分，那你代入刚才的话呢，这个东西会掉下来，二和二会敲掉了，所以它会变成负 y 乘以 phi x。然后你还要再对大 dx 去做偏微分，所以这个变成这样。然后就是对 x 微分两次的意思。然后同理，这个东西它就会变成 phi of tt，这个东西只对 phi 去做微分，就会变成这样。log g 哦，就这样。那这个东西会等于零。然后会注意到这个都是就是含有重力的 wave equation，然后。我们先不要管这个 potential，我们来 argue 说它的
它的那个速度是什么，所以你把 phi tt。phi tt，把这个移到左边去，然后再把 rho 除过去，就 phi x，所以 y 除以 rho。然后你如果假设它的形式是这样的话，你会注意到对时间微分两次就掉两个 v 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v 平方。所以这个 y 跟 y 除以 rho 就是 v 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equation of motion 哦，equation of motion，我们透过了连续长的 Lagrangian density 得到了 equation of motion。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可以来谈论它要如何做正则量子化。那你就可以得到所谓的 equal time。注意到这边是 equal time，也就是说你的时间要是一样的哦。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呢，L 现在我们写出 h 是等于什么？L 第四 xt 啊，第四 x。然后这个是 Lagrangian density。你现在呢要把这个 h 直接加帽子。那这个那你现在就要把这个一大串也直接加帽子。而且呢，你还要满足正则对应关系，所以首先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位置。那位置是来自于什么呢？你注意到 L 它是含有 phi x。那对于，那你注意到这个 phi 是来自于位置的坐标啊，所以说你实际上也是把这个东西加帽子，才能做正则量子化啊。那你每一个位置呢，就直接变成正则量子化之后的。operator 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动量就有一点问题，因为你注意到你整条弦的动量必须要是有限的，这代表每一个指点的动量是无限小，所以你的派应该要满足什么样的形式？你的动量密度，也就是说你的总动量要可以写成派 of x，派 of x 是每一个指点所含有的动量密度，再乘以你的 dx，就得到每一个指点所含有的动量。这个东西是古典的动量哦，每一个指点的动量，你注意到它每一个都是无限小哦，这个也可以小写成 dn。所以这个派古典的派，我们现在其实是做这个东西，派乘以 rho 乘以 dx 会等于派 dn，然后也会等于 p of x 哦，就是 d 在 a 原本在 x 的那个指点的动量。那你注意到它这边是无限小。所以 p 竟然要变成 p hat 的话，那么其他前面那些都只是阐述，所以 p 要变成 p hat 也会等于，前面那个没有 hat，p 会变成 p hat，然后 p hat 会变成 pi hat 乘以 rho dx，所以我们第一个就可以把它写成 pi hat 乘以 rho dx，这个才是真正做我们做的电。正则量子的话，而且对每一个原本在 x 的那个指点来说，它都要满足正则对应关系啊，正则对应关系。所以古典力学之中的正则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呢，p 和 q 这个的古典力学呢，它都要满足一嘛哦。那你在这边的 p 它是什么？它是 pi rho dx 哦。所以其实古典力学里面的对于动量密度还有正则位置的对应关系是把 dx 除过来，那你注意到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东西就是 delta 零，这个东西就是 delta 零。而且呢，当 pi 和 qj，i 和 j 不一样的时候，那这边就要补一个 delta ij。所以现在我们把量子化也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对量子化之后，它要变成右边是 ih，所以现在变成 p hat 还有 q hat，它右边是负的 ih 吧。哦，乘以 identity，这个是在量子力学里面的正则对应关系。然后同理，你现在你这个可以写成 pi of dx，那这个 dx 其实可以写成 dnx。如果你是 n 加一维的空间的话，哦，那对于这个会 depend on tx 和 t，这个也会 depend on x 和 t，那这个东西乘以会变成这个东西。哦，所以你可以把，然后这个 rho。这个 rho 来自于什么？这个 rho 其实是来自于，你可以跟那个派合在一起，定义成一个新的派哦。因为我们不一定在谈论任意有可能 Lagrangian density 的时候，不一定可以把它诠释为一个古典的 string 的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你谈论了古典的 string 的这件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得到对于动量密度的正则对应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写成 pi dx 哦。
那它你一样把 dx 除过去，它就变成所谓的 equal time。哎，不要用 p，用 pi。然后这两个都是加帽子。然后你 dx n 次方已经除过去了，所以是 delta 零。然后注意到这个里面 i 会变，在连续产论的时候都会变 x，而且它也会跟 t 有关。好，现在我们谈论这个 t 是一样的时候的情形哦。如果是 t 是不一样的话，那你谈论这个式子根本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谈论是 t 是一样的情形，这个叫做 equal time commutation relationship。所以，右边要是什么呢？你右边是要是 chronic delta x 啊，这个假设 x prime 会这样，那你立刻呢就可以，然后你还在加上这个嘛，所以你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就会变成 delta。x 减 x prime，然后，那其实这个东西也都可以转成动量空间了。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谈论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在位置空间里面的 equal time 正则对立关系哦，就是 CCR，就是 canonical 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equal time 的 canonical 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会写成这个样子。这样我们就定义一个连续产论的正则量子的话，啊，连续产论的正则量子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谈论说，一个连续产论的正则量子的话，它的 Hamiltonian 会是什么样的形式？那它其实就非常非常的类似。那如果你把刚才的非相对论型的 string 去做正则量子化的话，它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 Hamiltonian。那它跟所谓的 psi Cai Golden Equation 是，不是 Cai，对，Cai Golden Equation 是有很大的关系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你把一个非相对论性的弦去做正则量子化之后，你会得到一个相对论性的 Hamiltonian。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非相对论性的弦去做正则量子化会变成一个相对论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拿相对论性的弦？相对论性的 action 我到时候讲。为什么不直接把相对论性的弦的 action 去做正则量子化？那会变成什么？也许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非相对论性的弦可以变成一个相对论性的 Hamiltonian？为什么会这样？好，就这样。好，有问题吗？没问题，就这样。